小巨蛋大阵仗生日应援，陈奕迅当场跪七遍谢粉丝。727有何打有何打算？727就是我生日吗？那一天就要准备台风要来啊！要不要一起过生日？没问题啊，我每一年都跟你们一起过生日的啊，在里面，在这边。又来了。Eason 陈奕迅23号迎来演唱会最终场，粉丝再度进行应援，殊不知 Eason 根本看都没。What？ 清楚哎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这是蛋糕。谢谢 ，Thank you。吹蜡烛。礼物已经，这个是礼物，谢谢你们的礼物，但我看不懂哎。哦，要拆，我拆礼物，哦，我看到了，这个是啊，红的那个是那个丝带，然后有个结，我刚看不到嘛。哦，已经快50了，这个 ，OK， 视力有点重。所以我要猜，我怎么猜啊？我不用猜，不要动到太气啊，不要太激动。生日愿望？能讲出来吗？可以。吃好的，睡好的，输出好。睡好，吃好，输出好。睡好，吃好，输出好。其实我。还挺 relax， 这个 show 所有东西都设定好的，就是开头是比较辛苦的，因为都是比较恐惧的东西哈，所以情绪上会比较什么都比较有压力的，然后慢慢，所以做完这个演唱会，不是我、啊，听起来像啊，因为我真的有点像，有点想做这个事情，我还担心七长就会不会。会不会很辛苦？不过还好，还可以唱多两三场，我觉得。最快应该要明年。我经纪人很稳重的，他不会回我的。